老弟们，一会儿去潜水一下啊。大哥好。来来，一起 go。上去吗？哪里下？你上一下吧，看能上船吗？再不玩没时间玩了，要走了，明天不台风吗？早点来，我也没时间来。哎呦，没事。站稳了，大学生快扔下海沟，一个就够了吧？慢一点啊，下，一定要抓稳。王长要守住，大楼梯别松手啊，抓住。抓住了。来，给我进去来，大楼梯。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肌肉炎、尿路炎、癫痫不能参加潜水的，这没问题吗？啊，没。在水中不能说话，靠手势沟通，两种手势 ，OK， 身体没问题，上升身体不舒服，有问题上升，没问题就 OK。好，这能上去之后还是有压力压着耳朵会痛的，两种排压方法解决。第一种用手捏着鼻子吐气，试一下，捏着鼻子醒，上鼻腔里充气醒。耳朵有胀起来感觉不？有。第二种方法吞咽口水，要是没有口水的话，吞咽口水的动作。两种方法选一种，像您就不断的做法，低头往下看。